主料：排骨1000克，海带500克，辅料：葱3根，姜、鸡精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排骨码时较圆剁成段，回来清洗干净备用。将切好备用。把排骨放入锅里，加清水把葱段和姜放入，加入适量料酒，炖两个小时左右。开锅加入海带煮开2-3分钟，撒上葱叶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吃海带后不要马上喝茶，茶寒柔酸，也不要立刻吃酸涩的水果，酸涩水果含植物酸，因为海带中含有丰富的铁，以上两种食物都会阻碍体内铁的吸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